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，南海日前的正式开渔，这两天在福建、广东等地，一些满载而归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，一批批新鲜的海产品上市，吸引了众多商贩和市民前来采购。开渔后的第六天，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沉寂之后，渔港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在我身后停靠的呢，就是自8月16号开渔以来陆续返港满载而归的渔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码头上到处是抬鱼、搬鱼的人流和买鱼、运鱼的车流。据了解，由于开渔前大多数的渔船已经接到水产加工公司的订单，那么渔货一上岸呢，很快就被运往了工厂。客人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相比去年应该是差不多。像我们这趟出去3-4天，收获大概是4-5千盘，5000多盘。啊，那能卖到多少钱？卖到应该30来万吧。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，在8月16号出发前往捕鱼的628艘渔船是普遍获得了好收成，大多数的渔船捕获的渔获2万斤以上，产量、产值、收益均比去年同期明显提高。在广东揭阳的一市场内，不少海鲜摊档摆着新鲜肥美的鱼、虾、蟹等海鲜，一些市民都想趁刚开海品尝一下久违的新鲜海鲜。海鲜主要是新鲜，然后够大就好了。看这么多，想吃什么都可以。海鲜档主介绍，随着开渔后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返航，市场海鲜的供应量会越来越多，品种也越来越丰富。而随着上市量的逐步增加，预计均价会有所下调。